为了你的老公孩子牺牲大半青春，记得吗？我告诉你，人生只能够向前走，千万别回头。你们是什么？是男人误会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是你，我就不会去的。小姐，你是好好娶的，那就值得了吧？那你真的是快乐吗？你干嘛这样问？你有婚前恐惧症？你要知道你很恐惧。我已经分手了。嗯，啊哈，嘿嘿，我还在帮孩子。No problem， 那我们就努力把这个人。我保证你能做到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放心，走了。Thank you.